爸爸，明年是您离开我们40周年了，我特地从国外回来看您，我代表我全家和姐妹给您献上一束花。陈新桃，我国著名的寄生虫学家，他的名字镌刻在纪念碑上。面对六破草堂，成为不能忘却的历史。如今这里是农田密布，生机勃勃，60多年前却是杂草丛生，一片萧条。当时草堂附近的许多村民得了一种大肚病，得病者大腹便便，消瘦无力，表情迟钝，最终家破人亡。这是一场灾难，人们震惊恐惧，却束手无策，因为久久没能找到治病原因，大肚病还在蔓延，患者越来越多。1950年9月，受广东省人民政府委托，时任岭南大学寄生虫教研室主任的陈新桃来到这里，他的名字也从此留在这片土地上。1904年，陈新桃出生于福建古田一个邮局职员家庭。8个月大时，母亲去世，父亲再娶，继母刻薄，严苛的成长环境反而成就了陈新桃严谨坚韧的性格。他17岁考入福建协和大学生物系，依靠勤工俭学完成了学业。1926年大学后，受聘为岭南大学助教，从福建来到广东，开始了他投入一生的寄生虫学研究。广州，珠江南岸，现在是高楼林立、交通繁忙的都市一角。上世纪20年代，还是一片水田密布的乡村景象。岭南大学附近的宜乐村，是青年陈新桃的学术乐土。他在水边小螺中找到了肺吸虫的尾幼，在蓬鳍中找到囊幼，又在野鼠肺中找到成虫。研究后发现，这竟是一种新的肺吸虫，陈新桃给它命名为宜乐村病殖吸虫。当时学界认为肺吸虫只有卫氏病殖吸虫一种，宜乐村病殖吸虫的发现必将震动学界，可陈新桃却并没有急于发表。从自己的实验的反复证明，宜乐村病殖它有一个生活史的一个期间叫囊幼，这个囊幼在显微镜下只有几毫米，那它的为了要解决它是一层啊还是两层，做了200多次的切片来证明这个。到岭南大学工作2年后，陈新桃考取奖学金赴美留学，仅用1年时间就获得明尼苏达大学寄生虫学硕士学位。又用2年取得哈佛大学医学院比较病理学博士学位。完成学业后，这位27岁的年轻人丝毫不做停留，立刻收拾行囊回到祖国。博士答辩以后马上就回国，连毕业典礼都没参加，他觉得他的根还是在中国。1933年发表重要新种广州管源线虫，同年晋升教授，成为中国最年轻的科学家，引起了学界的强烈关注。从毕业来到广州之后的10年间，陈新桃在华南地区开展寄生虫调查和实验生态。
也正因为他在寄生虫研究上的成就，1950年，广东省政府组织力量开展针对大肚病疫情的防控工作时，首先想到请陈新桃来主持。在陈新桃书桌的玻璃板下，压着一张照片，画面中是他1950年初次见到的六坡草堂。那时的六坡草堂是大肚病的重灾区，疫病流行已经使这片水乡十村九空。当时大肚病在我国的场域也十分流行，患者已经被确诊为日本血吸虫病。广东地区的大肚病会不会也是血吸虫造成的呢？陈新桃仔细考察了六坡草堂的地形，他敏锐地觉察到元凶很可能就隐藏在草堂中蜿蜒的小河里。他划着小艇一次又一次深入芦苇荡探查，发现水岸边的芦苇杆下密布着一种米粒大小的钉螺。碾碎钉螺，陈新桃发现了血吸虫尾蚴。随后他又在大肚病患者的粪便中找到了吸虫卵。经过动物感染试验，陈新桃首次证实了造成广东大肚病流行的罪魁祸首正是日本血吸虫。调查发现，当时广东省共有11个疫区县，有螺面积将近20万亩，病人6。最关键就是要消灭钉螺，消灭钉螺以后就没有了嘛，传染源就没有了。钉螺呢，它是一个很重要的、唯一的它的中间宿主。消灭了它了以后，它这个环呐、流行的环节都切断了。钉螺体积小、数量大，广泛分布于水网地区。新桃也曾屡遭困境，他总是想尽办法一一克服，始终不忘初心。战火频仍，人心浮动，暂居香港的陈新桃却不受环境所扰，静心研究。在1940年完成了中国最早有关病植吸虫的权威专著《宜乐村病植吸虫》。他所提出的形态学和实验生态学的特征，直到今天仍被公认为重要的分类依据。不单是说从成从善能够看出来它跟威氏病植不一样，我顶中难用也可以看出来就是不一样的。但就是说在寄生虫特别在病植吸虫的研究上是开创了一个先河的。1941年12月，香港沦陷，岭南大学准备再次搬迁。醉心于学术的陈新桃没有想到，他在寄生虫方面的研究竟然成为侵略者窥伺的对象。为广东大学派人来游说陈新桃回到广州，并许以校长的职位。我父亲就一口就否决了，就说我宁愿死了我也不去。科学没有国界，但科学家有国界，这是一次大是大非的抉择。陈新桃一口回绝了伪政府派来的说客，但十分担心对方会采用非常手段逼迫自己就范。无奈之下，他乔装成难民，只身离开香港，北上寻找刚迁往曲江的岭南大学。此时陈新桃的妻子郑慧珍已怀有身孕，临行之际他嘱咐妻子回到广州生产，等待时日北上团聚。但他没有想到与妻子腹中的孩子竟是诀别。陈新桃离开后不久，郑慧珍带着大女儿和三女儿回到广州，生下四女儿静熙，未满1岁。
便乘坐难民船北上曲江寻找丈夫，途中遭遇大雨，襁褓中的静熙因淋雨生病夭折，大女儿静平在船上落水后染上哮喘，被病痛折磨了一生。陈新桃一家几经辗转，直到1946年8月岭南大学复办，才终于回到广州。此时陈新桃已和这座城市阔别了8年之久。1948年，陈新桃应邀再次赴美，在华盛顿的伯罗维罗蠕虫研究室、哈佛医学院实验室及芝加哥大学进行访问研究。在那里他完成了蠕虫免疫反应试验等重要工作。3年后，他将这项技术用在了广东血吸虫患者的筛查上，极大节省了之前诊断需要收集粪便、清洗、找到虫卵再孵化的过程。他免疫诊断以后，就是这个虫了啊，做了抗体，它可以打到这个皮内，很快的一打了以后就反应了。我们一个管着这个，都可以很多人。1949年10月1日，陈新桃在美国得到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，他又一次谢绝了国外大学和香港研究机构的挽留，于10月17日回到岭南大学。这一天是广州解放后的第三天。我们家从1946年在这个房子住了18年了。父亲1926年从福建来岭南大学工作，一直到去世，在岭南，在中大工作了将近半个世纪。这半个世纪父亲在这儿做什么呢？我也是最近才慢慢了解到。我今年已经70多岁了，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够尽可能的了解父亲，靠近父亲。抓住了大肚病的致病元凶，下一步就是要尽快消灭血吸虫中间宿主丁螺。具体要如何消灭丁螺，陈新桃已经思考了一段时间。长江流域的血吸虫疫情发生早，研究和防控工作开展的也比较早，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。当地对付丁螺的主要技术思路是药物灭螺。一条河流、一个湖泊或者是几万亩地，我问你要多少药，你就要你的经费上面就有问题了。第二个，这药物当时的药物是，五六分呐、啊，当时毒性是比较大的，大到什么样呢？你这个在这个沟倒下去的这个药啊，沟里面两边的草啊都没有，那草都长不出来了。因为药物很大的地方要撒，整个环境都污染。陈新桃相信一定有比药物灭螺更好的方法。通过实验，他发现在长期无水或缺氧的条件下，丁螺无法生存。于是他提出能不能通过改变生态环境来达到灭螺的目的。1951年，陈新桃设立了针对丘陵沟渠型、草塘沼泽型两种疫区的科研基地。经过1年的实验，灭螺效果显著。1952年，他提出完整的生态灭螺方案。丘陵疫区应结合兴修农田水利建设，采用铲沟灭螺等措施。草塘沼泽疫区则应结合生产围垦灭螺，并建议沿北江和绥江一带修建堤围，改造面积达6万亩之多的六坡草堂。但是这个方案一直到4年以后才得以实施。改变生态环境就要改变这个河流的流向，改变
田地的分布与河流的关系，那当时是很难做，那个苏氧化的情况下那就不行。1956年成立了人民公社，那个时候才行，提出来农业发展纲要的农田水利江石，刚刚好跟他这个时间就凑合在一起了。1956年一月，隆冬的北京，陈新陶在广东进行的血吸虫病研究和防控实践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。在中南海怀仁堂招待最高国务会议代表的宴会上，他按照请帖上注明的座位，在第一席的一个位置坐下。因为那个座位都是按名字排好的，他就坐在那儿，然后发现坐得很中间，然后就发现毛主席来了，然后原来就坐在毛主席上，他当时激动得不得了。短短一个月里，这已经是陈新陶第三次受到毛主席接见。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对防治血吸虫病的关注，让他的内心既激动又温暖。毛主席就问他啊，要多久才能消灭血吸虫？他又说5年，毛主席说3年行不行？所以他这句话呢，就给他很大的震动。回来以后就是老是说毛主席说要3年消灭血吸虫，所以他就更加拼命的去做。在毛主席的主持下，陈新陶首创的生态灭螺法开始在全国血吸虫病疫区推广。随着农田水利的改造，丁螺失去了适宜的生长环境，大批死亡，寄生在丁螺内的血吸虫自然也就无法生存，一刀切断了大肚病的感染源。疫区居民的健康状况渐渐好转，生产生活也迅速地恢复起来。钢琴原来就放在这个地方，原来没有这个门。母亲是女子学校的，所以呢，她教我钢琴。我们是5个子女都学钢琴，我的3姐和妹妹都是从初中的时候就到了中央音乐学院，然后每次暑假回来，这个家里肯定要开几个音乐会让他们表演，父亲就再忙他也抽空在那做听的，只要不工作他都会跟家里在一起。历经分离和变故的陈新陶非常享受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，但他还是把大部分的时间投入到了工作当中，一方面推进血吸虫病防治，一方面培养专业人才。陈新陶教导学生，寄生虫病是个穷苦病，寄生虫学研究不能只待在实验室，应该到基层去观察了解，才能将基础研究、实验性研究和预防联系到一起。他培养那个年轻人就是这样，一来到教研室，第一个呢，你要看国内外文献，了解这个寄生虫学这个学科是怎么样子的。了解完以后呢，个个都要下乡，有些安排你去搞这个月子，有些是搞丝虫的，有些是搞肺吸虫的。中山医学院的寄生虫教研室在陈新陶的带领下，从初创时只有蠕虫实验室，到后来陆续增加了恙虫室、蚊媒室，十多年间招收研究生、进修生、师资班学员，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寄生虫学人才。1960年，陈新陶的专著《医学寄生虫学》出版。1965年，医学寄生虫学修订版荣获中国科学著作一等奖。在这个寄生虫标本馆里，至今还保留着陈新陶发现并深入研究的许多虫种标本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许多虫种被证实可以感染人类，导致疾病。
2006年，北京87位患者因食用福寿螺染病，元凶正是陈新桃在1933年发表的《广州管源线虫》。得益于他当年的研究，患者被迅速确诊，得到了妥善的治疗。不管是医生也好，这个控制治病好，只要知道他的病原体，知道他的生活史，才能够有效地控制他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叫你控制，你也不知道控制哪里呀。然而，一场风暴来临，陈新桃的各项工作被迫中断。他被下放到省三水57干校，之后又被下放三水县血房站接受再教育。64岁的陈新桃不得不和年轻人一起下草堂查丁罗。住在那个小房子，哎呀，又窄又黑，有破破烂烂，有那个下雨呢，又漏水，吃那个咸菜，酸豆豆角。在1969年一次检查中，研究了十几年大肚病的寄生虫学家，被查出感染了血吸虫。我说陈教授，你也有？他说哎，就是很难避免的，因为你长期都是从那个打交道是吗？2年后，陈新桃因肝脾肿大入院，接受脾切除手术。人正常的脾是3两重，他的脾是6斤重。相当大的血吸虫会引起肝脾肿大，然后可能是这个原因使得脾肿大。直到1973年，周恩来总理指示中科院牵头编写《中国动物志》，陈新桃当选编委会副主任，担任其中吸虫志的主编，才得以回归正常生活。1977年春节前夕，陈新桃被确诊为晚期淋巴肉瘤白血病。病榻上的老人仍惦记着正在编撰中的吸虫志，但身体条件已经不允许他继续工作。他就说：“能不能给我5年时间？”为什么5年呢？就是我们的动物志啊，他接受了这个任务。我一听了以后，哎呀，我心里很难过。他临终前就一直惦记着这个吸虫志的工作，最后一晚上，他模模糊糊在那喊，我伏在他的口边听到他，他说拿笔给我，我要写。1977年10月29日，陈新桃在广州病逝，享年73岁。8年后，1985年，广东在全国率先宣布消灭血吸虫病。在六坡草堂所属三水血防站的医生们，为此感到由衷的高兴。不能忘记的，是那场轰轰烈烈的灭螺大战，当然，还有陈新桃这个名字。做这个一定要做好，这是他的人生哲学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。他觉得这个事情关系到人民的健康，而且他自己已经开始了这个事业，他一定把它完成。我觉得他整个人生就是这样的。